让他就后退点。快点，真乖。王先生在讲呢，王先生。今天是一个大卖货的概念，准备卖完之后就去义乌应聘一个销售的工作，进行一个尝试，可能比这条路更有出路。搞笑呢？没有春天，今天不会搞笑了。你就像艺术品。下一句，搞笑呢？没有春天，今天不会搞笑了。春要庇护你。